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新，我现在所在的是拉萨市堆龙德庆区。今天是藏历12月29日，也是藏族古兔之夜。那么在这边是怎样过古兔的？古兔又有什么寓意呢？跟随小新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吧。现在正在制作的这些面团子就是古兔了。按照习俗，人们会在骨兔中特意加9种东西。现在为了卫生干净，用写了字的小纸条替换了里面的9种东西。具体里面包有哪些东西，小心一会儿再揭晓答案。现在这些面团子开始要冲进锅里了，然后现在冲锅里的话，有那种特别香的味道。趁着煮骨兔的时间，女主人带我们参观了房间。这是我们一楼的，装修的是全部都是那种汉族汉式那种，就是我老公是汉族嘛。俺那名呢，甘小平，别弄把那就罗松就说不定清楚。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罗上扎起的嘞。现在骨兔呢差不多已经煮好了，我们看看大家都能吃到什么吧。吃骨兔呢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那么刚刚我们把这9种东西都包到这面丸子里的，我们看看大家都能吃到什么吧。其实吃骨兔也是有那个教育和引导的意思，比如说这小朋友他抽到的就是甘于陶瓷的意思，陶瓷的话就意思是吝啬的意思嘛，他就教育的话，他父母会教育他，这来年他就不能吝啬了。吃骨兔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，看看我能吃到什么。来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吃到了什么，就紫麻辣木锅，然后汉语的意思就是刺，说明我性格暴躁。现在大家骨兔已经吃的差不多了，这是我收集的纸条，然后我现在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都是什么寓意。然后第一个就是钱，钱的话来年发财。这个是棉花，棉花的话寓意着温柔。辣椒，辣椒的话寓意着嘴巴不饶人。然后这是木炭，木炭的话就代表着他心特别黑。然后这是盐巴，盐巴的话寓意着懒惰。这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吃到的刺，刺的话就是代表着暴躁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豆子，豆子的话代表着勤奋，做事什么都特别勤奋。夜色降临，大家都点燃烟花爆竹，在一片璀璨的烟花中，新的一年就此开启。